请收看《为心世界》全民念佛。十方十地十，大家好早，阿弥陀佛。今日是中华民国1906年正月初一，又是咱全民念佛的好日子。啊，更加达到咱大家欢喜的，在本位心性教啊，中华民族联合制作总会，自从1993年，也是2004年正月初一，啊，为了圆满中华民族5000年来因因怨怨，骨头偷未了，而发生着3762次大小战争，啊，到现在已经5000年，啊，为中华民族5000年的黄帝、炎帝。甲持有着三座的战争，5000年来因因万万分化出15615姓，毋是100家姓。所以为甚信教教主王禅老祖道家之王，要化解中华民族5000年的因缘？一定要对联合制作开始，所以在2004年，1993年开始制作，到即马已经今日下午1点开始办第12段，啊，所以咱办这回制作的重点就是天下一家亲，天下一家亲非常的重要的理念。无论洋人，咱的祖先祖灵拢是一家亲。无论你大陆、台湾还是世界各国，拢是一家亲。啊，为什么这么糊涂？大国家要欺负小国家，有钱欺负无钱的，啊，有武力要欺负无武力的，这拢是无耻、无心献战。咱殊不知，咱要伤害小国家，迄个恁多生的父母，不孝啊，不孝！我爱夹爱夹，人来世间几十年，你看所有过去天主帝王，都是有甲江山跟富贵带炸转去，两只手要是放落来一红尔，无偌敖。啊，甚至困在土下，加一块牌较大地土地尔。也没炸回去，但是自己的业果
派回去啊，老虎在家家孙了，隐隐万万，继续战争，到即摆来3762处，嘛无解决到三祖家家孙孙的和平问题，所以现在的领导人，无论台湾大陆的领导人，拢爱重新忏悔，反省忏悔。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人，啊，这是天所派来的囝。咱敢若看到世间这物件都是咱的，殊不知啊，所看到的是咱的过去尔。啊，我也希望我大家重新调整。今日开始委员两天护法补充生。化解艰苦，实践正义，愿人心受疼爱，当今世界永和平。所以今日我们咱伫中华民国台湾净土，拿好大体育馆来举办着第12段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，36000众。啊，大陆今年过来上济。拢体验到天下一家亲，何必了为了目睭所看一撮小利，要来伤害别人呢？这是魔心现前啊，非常可怜。那今日等下呢，下咱这念佛煞咧，咱就开始筹备到联合制作大典，真正的播出，下午1点到5点，咱全程播出，由卫星电视台来全程来播出，制作的实况。啊，欢迎各位，咱大家拍开电视，啊，咱来了解到制作大典的真实意啊！那么今日全面念佛，啊，等下请大家共同来念佛。这念佛都是教咱今日联合制作大典，十方的联合制作大典，嘛是共款的制作大典的真实意啊！啊，咱是共同来祈求两天护法保重生。啊！化解艰苦，释战争，大家共同来创造天下一家亲，这是咱共同的天命甲本愿。啊！祝福各位，大家呢，啊，宁静来全面念佛。万灵归心，三归依寂闻。我佛慈悲，光降台湾净土联合大体育馆，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。今日今时，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，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，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心开意解，了脱生死，往生极乐净土。当下此时，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，以为本愿。
化无上心。
弥陀佛，圣经说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向好光明无等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还好完转不虚弥，甘露澄清四大海，光中化火无数亿。八愿度众生，调频显灵灯彼岸，阿弥陀佛，圣经说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向好光明无等闻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还好完转不虚弥，甘露澄清四大海。